เฮ้ยได้นายอะไรอ่ะหมุนนี้ก็ได้หมุนนี้ก็ได้ฟังอะไรหนังสือฝันสิ่งหายพิธีการเดี๋ยวก่อนทะเลาะปิงผสมปลายพิธีการควายผสมโอเคโอเค我把这瓶酒带回大阪，正好今天边检出了状况，你去跟财叔说。染些了火咋个整？染的是假酒，还干嘛杀杀虫？没办法了嘛，苏文明天就上山了，来不及搞一批新货，反正之前的酒也没喝出问题，先送去。先把这批货拿到妈妈仓库，不管咋样，都要先跟财叔说。财叔，今天入关的时候出点篓子，入关的边检换了新面孔，要我们补税。我打听打听，供应来配的耳机去日本后，要从别个地方去调配。我丢破就丢破。还有大军营的狼吞，他供给我们的酒有问题。也没问题啊。狼吞在自己的汽修厂加盖作坊，专门做假酒，还到处招工。毕竟我们的酒一直是在他那点进。你谂住点做啊？我喊毛爸买通酒厂一个小工，在做假酒的时候把这个标记做到平底。这个是我今天从木桑进货时拿回来的。再说，狼吞一直在耍我们，他不讲信用。狼吞，
给我们进货多少钱？三潘以前给我们进货多少钱？哎，喺边水呢行十几年，我成日都话假就真实，真亦假。喂，所以故事观望就咁啦，嗯。喂，五哥，怎么了？那老鲁自然了，他也是中国人。中国人？我见过，给我看看是哪个啊？叫是恩沈，星星，沈星。沈星。狗屎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啥也敢那样。你是哪个？老八，老八，老八，啥情况？老八，你说话，老八。上江水为中，井水为下，而山水又分山顶的水清，山下的水浊。我泡茶都是用山顶的泉水的。财主见多识广，往茶头里兑那样水都那么在行。别谦虚了，兑水你应该被我在行了啊！财叔，你咋个会发只是生索？哎呀，我真的想请教你，你怎么能做到在我们这里生产这个兑水的假酒，就运到母山，跟着就运回我们边水呢？官财，怀龙环。酒瓶过，我是真的不敢将外心事打到你姐的头上，我也是受人指使的。哎，够了。最近边检越来越严，要抽取一份订单确实不容易，所以呢，你要帮我签一份责任书。之前运到山里面的酒，如果人家磕出问题，责任全部你来担。我的问题还有，先交我保证金，以后的货我还是从你那里拿。谢谢财叔宽容大量。宽宏大量，宽宏大量。哎，财叔，我那些假酒嘛，都是严格按照配方勾兑的，那个口感嘛，跟真的是一模一样，绝对喝不出来问题。你刚才的话我没听见，你也没说过。责任书你签了，有什么问题就你来担。嗯，啊，一类困财。叶力坤在王吞，
你晓不晓得，这个口香糖是哪个贴的？单独。是毛吧？啊，是毛吧兄弟。再说，我可看看我妈。三叔，那个人我肯定是已经丢到最府后头了。我，然后呢？单拖狠了，又把他捞上来一顿毒打，打没打死我不晓得，但是我肯定是丢到最府后头了。晓得我去哪点儿？你给他捞上来，就是想用打死毛爸的枪干死他，他以牙还牙，该那个中国人往那儿送上去了。啊？为哪样啊？最高。为哪样啊？出去，把门关上。蔡叔，你一早就晓得是马队，所以才在中国人指认他之前，你捅了他。你明明晓得就是昂吞，你一直晓得是昂吞。为哪样？为哪样？为哪样？警察可开锁的都是这样。我眼里都玩那个嘎子。昂吞没了。假酒飲出咩問題？邊個負責？把你交給毒販，把我交給毒販。現在金山的貨，問邊個攞咯？邊境、海關，攰攞啲錢，邊個打點？我清楚才說，
但是我管不到老毛头。我晓得这个是生意，但是那个是我弟弟，那是毛爸，你是我亲弟弟啊！再说，我知道毛爸是你亲弟弟，亲弟弟毛爸，毛爸是你亲弟弟。你要做什么，我冇权拦你。但我想问你一样嘢，这个事的根是什么呀？我爸死在那个晚上，好火的人应该是这个是偶然，不是那个根本。你没问我，就擅自叫他去做那个标记，是因为你做事冲动了，你懂吗？对不起，财叔，我不配跟他。刚才看那枪，他看到的。他会原谅你的。安藤的事，我比你有高度呀，戴美一个。事缓则圆，别急呀。醒了个，啊！光，啊！这是哪儿啊？瓦器工厂，还是我们一起盖的？你忘了？嗯。咋到这儿来了？我怕那个包子锅不死心，在个宿舍里就找你，这得喊阿金一点，也安全一点。现在外头都传你死了。我也不敢带你上医院，还好你醒了，还好你醒了，谢谢你啊，过了。哎呦，星空，你平时那个照顾我，就没假之嫌了。什么说，你这些都是早跟弄的。这儿的人、事儿，都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那你现在打算咋个整啊？星光，你要么还是回去算了，我认得你惦记的总工，反正我在这边呢，有哪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。你这一回八条命都没得了，你要再不回，可迟早一条命都没得了。再在这里压几天，但稍微好一点，再走，再次休息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
对了，星光，昨天是你生日，但是你一直昏睡的，这边那么凉，今天吃应该还可以。生日快乐哥。哎妈，我早的，你早了会。伢个老公太，你爹爹，可别说买棺材板的。嗯，你爹爹，你爹爹，他们敢拿棺材，我怕他们长起过来。拿航空的棺材。你老困在边度，揾难度系上咗嚟啊！你弄得我咁大本嚟计，唔呢问题，困境困难变困天啊！嗯，宝仔，芒果宝仔，芒果左边凹痕马腾，凹痕马腾，单拖白马白，早晚你安不？风困境不大哎，哪晚都大半上的个。慢不在，慢不在。我打扮房门，我你忙不忙老头？很明晒晒困境。边上路位？路望西公家，干站不来呀，好弄不来。家官，唔通你系家，老包仔系阿妈呢？不来过不来咧。哎，土子哥，你看这个，杭屯小警才说呢，说这个李爹爹。杭屯？是啊。说他聪明呢。他以为我们是杀人犯，说得准呢。他有人到送东西讨好才说。以为我们是杀人犯，当一算。他居然问我们，可是往追福河里面丢了好多死人。你咋说？我咋个说？我讲没有呢。那个中国人不是也没死干？那我哪个才说？妈，啊，早上起来人都不见得了，我出去跑了一圈都没见得，
金镯子也没得来。他跑到哪儿去了？来呗，钟贵。总之他不要待在小布帮，连自己的娃娃都不要了。哎，我当初就不该答应，毛怕赶你出个跑车。现在人没得了，媳妇也跑了，娃娃都没得人带，这日子咋过呢？妈，你放心吧，侄子我要管。你咋个管？让他跟着你出去跑边水。妈，你小心啊！咋个了？啊？手烫到起了？哪个手？哎呦，乖乖，哪个要你做饭的呢？伯乐，伯伯乐，全能咋了？万尼，能报名赛鼓吗？啊！给我压倒呗！给我！还是猛！来个劲！给我路长，看我外头好太麻烦了，他不在不靠啊！报名是马上，我出去太不好了！不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李布，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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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是蛇头吗？啊，你去哪里啊？我想去中国，明天走行吗？走。我就一个人，多少钱？1000块呢，人民币。你去哪里啊？这几天打蛇呢有点多，我们地方不方便讲。派人过去接你，明早6点。行，我就在小磨洞新豪酒店27公里。赵月，跟他说完了，我明天一早。你拿的，本来就是你的手机，我给你换了个地儿使。哦，哦，哦，谢谢。我就先回赌场上班了吧，我争取明天早点下班回来送送你。没事，你要是忙，你也不用过来了，我自己收拾收拾就行，我自己没问题。郭立民，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这儿了。以后我要是有机会，一定报答你。行够了。行了，大老爷们儿的，说这干什么呀？你快回去好好干活，等咱回去有机会了，咱在国内见。走了吗？
没事，走吧。你是不是认识沈建东啊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你是谁呀？我晓得你被闹，我话伤到单拖啊，门边上话慢摆。想逃都为何？跟老子那情话呢？放手！还有枪！俺就跟来看住！你们是哪个？我跟你讲，你们都是第一的那个人，老子的钱。东风大佬自己跑的了。
正在那边，杀了他。我真不行，我一不杀他，他就杀了你。我谁我也杀不了，我回国。你不杀他回不得国。那你和他，你怎么不杀他呀？我杀不了他，没人骗了再说。你要是再敢跑了吗，我就废了你的腿。带我走吧，我帮你，我啥帮我都帮你。收下了八十个，我不认识什么死人。你咋惹了他呢？钱钱，等你做了昂吞这儿的事情，我可以给你想办法。不用跟我画饼，我现在100多万，你拿什么给我还？我们目标一致，我才来找你的哈。昂吞不出掉的话，你不要想在三面坡待下去。那老子现在就掉头把你扔到八十个大洋，你要搞清楚哈，是你说要报仇，老子才让你上了车。枪法咋样？不会开枪。有啥子汇报？打一枪我看一下。我真不会开枪，你要想让人帮你开枪，这不有的是人吗？道上没说最公开的秘密，我去不到。你去不了，那就我替你去。你把钱给我，我买凶。你可以花钱买命，他就可以花钱保命。到时候他妈的又变成来来回回的讨价还价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不可能开枪，杀人犯法。把给他滚出来！你看哈，200万的悬赏金，我看你往哪里跑啊！滚下来，下来！这个枪，你打还是不打？你还记着，我上你们那儿去的时候，我刚要指认昂吞，你们老板直接给我来了一刀。是因为他和昂吞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吗？这是个人的想法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大哥，他这就不是开枪的事儿。昂吞又不是不长脚的靶子，更何况还是我开枪，我就不会开枪。我告诉你啊，既然你想让我帮你，你就得无条件的信任我。藏着掖着，这事儿谁也办不成。你说呢？之前那些酒从他山上开的，如果被喝出来是假酒，毒贩那边就必须要有人出来顶这个雷，所以才说才扭转昂吞，晓得了吗？那就是说，如果假酒的事情败露了，毒贩就会做掉。你不要想这个，昂吞有配方，会以假乱真，所以才说才扭转他。咱们可以，咱们可以让毒贩发现这酒就是假的呀，反正本来他兑的就是假酒，到时候昂吞一顶包，你也报了仇，谁也怀疑不到你呀。可以，到时候你配合我。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
你不是想要方法吗？我都告诉你了，你自己可以去做，往里弄点甲醇就行。不是对家具复杂，是编水链的流程复杂。所谓编水，其实就是给山头的毒贩运送生活物资，给毒品没得关系。毒贩虽然钱多，但花不出给大头，只能在吃喝上追求极致。所以我们的烟酒都是进口，哪怕是买通边界的成本，每年都在翻倍。因为北部的边界太严了，根本就没得机会钻漏洞。我们通常是从南北猫箱进货，从大曲岭关口进入三边坡。罂粟田集中在三边坡的北部，所以我们在北部的麻坑修了一个仓库，一趟来回400多公里，一走就是一天。这些成本毒贩都是人类没得事了。你咋欠了8000多钱？工头拿着钱跑了，借钱给工友发工资。你要多仗义呢，事情一件一件来办，我们先把钢桶这个事办了。你就这么狠狼吞？你不用担心追债的，捞你上来那个小猪可以拿给你躲。你能慢点开吗？这太颠了，我伤口疼。开仓库的路已经比走山强多了。啥叫走山？边水分为接水和走山两个环节，把东西往仓库里运就是接水，之后再把东西运到毒贩那点就是走山。为啥不一趟都送了？因为边水最重要的是晓得毒贩的位置，必须要是毒贩信得过的人，而且越少越好。所以只有蔡叔是毒贩信得过的人呗。是他亲自走山吗？以前是，现在是索文，一个没得舌头的哑巴。因为没舌头所以能走山？因为有走山所以没有舌头。我们不能提前动手脚，因为我只负责接水，到了仓库还有人查。啥意思？是快到了吗？现在快打开了，藏好啊。仓库管账的叫油灯，来陪人，周边几个国家的话都会说。还有一个家伙叫嘎滚，只负责查货，所以查的细，包装有扯过的痕迹都要记录和过问，所以我们只能先让昂吞的酒入库，你跟着一起入库。仓库是唯一的机会，油灯点完一次火以后就不得再动了，剩下就是等着索恩来取。
买，万你妈买。上官高，我能买，我你空一部，你俩卡光买，我买你买。啊，还冇哇？冷天了，空买面，早冻嘞，宰不宰鸡笼？啊？还买鸡笼？门口等我。少安，白马之龙，你敢能提了？李兵牌。门牌门吗？哈？啊！李尚啊！李尚啊！他刚出来问路。中国人呀，中国人，一个中国人咋个走到这儿来的？爬山、旅游，吃的么可么的那样经典，超市。买水喝，多少钱？你是不是迷路了？啊，走哥。哎，山路往下走就是宅子，那你走。对对，我哭了，我都是眼光到配方台上，明明哭出来都会先让你啊，绝对哭不出来是假的。咋酒的事都穿了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除非有人牛带狗去上山。你看，我平常怎么跟你说？做乜嘢事冇心急，唔使你出手，我把个手咪报咗啦，好吗？他执着呢，有天生。嗯，把他绑起来。丹图，你咋样了？你出去咋找路子？
看有没有其他货，偷采各家钱都有，供应链唔断的。财主放心。哎，有的。各位，找坤迪靠白。陈乱，我能走了吧？你也回不可。啥呀？咋了？干啥呀？我帮你这么大忙，怎么信我上去？怎么？走。怎么走？哎哎！敢拖？走。他妈，小人！在人爹喏，他们得多拿捆菜。咋分开哇？啊，多姑，你是当用啊？这个怎么样啊？你很哪家啊？见过你，紧接着他被金山的货出问题了，说说看是怎么回事。我不知道，跟我没关系。你先后出现在麻盆仓库和店里，单托也都在，是他指使你做的。那你意思都是他一个人做的？这件事啊，你一个人做不了，但他一个人也做不了，唯一可能就是你们是合伙的。仓库是单托带你去的？我真不知道。是我的衣服，你咋处置我都可以。那个局也比我这个。啊，一定不是你啦，你没乜头脑啊！你知不知道人家利用你的仇恨去摆脱佢嘅麻烦，遮到晒？不是，是我在利用他。狼吞不除掉的话，我对不起家人。我同你讲过几多次啊？你有冇听我入耳嗰度噶？啊？你当系乜嘢啊？三叔，陪到你走时我对不起你，但是狼川他必须死。今天这个是他咎由自取，他应得的。如果没得他，我们可以去找其他的供酒商。他妈的是我的主场。啊，乃曲林嘅边检一日比一日严，叫你收嘅钱就一日比一日多。再咁落去，我哋大班食屎啊！
但是是为了让他昂吞要上了马巴嘞。我个中间同佢投钱，佢唔知道。爆发嘅事系我对唔住你，但呢件事就到此为止啦。我哋揾供应商，我哋冇时间啦。我本来已经找到炉子了，马杰的死因。子夜现在是马街最大的鞭毛老板，而且他的酒都是四百文通货。四爷，你要路弯到过呀？那个中国人就是路子，他欠四爷的手下一百多万，那边人正在找他。我今天就是准备把他拉过去换酒，可是你现在把他杀了，我也没得办法。啊！枪顶头上不买人。条僆仔三边波啊，好难揾嘅。快说！敖他的酒本来就是假的，我啥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中国人聪明啊，聪明人说聪明话。给你最后一句话的机会。你说王亚才说你开了两枪他都没瞒过。我杀得过你可以拎他换走的。我看你的样子好像不是很想买他。那买不买你自己决定了。背包，忙来。大兔，你他妈的拿肥片来骗老子？以为老子没投胎？老子是哈巴。大哥，谁还在等你啊？老子今天打了一车那包了，让你吃个够。
几个，以后都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你欠他的连本带利是135万人民币，现在变成欠我的了。我可以在你跑边水的工资里面扣除的。跑一趟边水2万人民币，司机提成2000，你现在欠财叔660趟，大概要跑2至3年，之后才可以自己赚钱。你早就想卖我？如果不这个样子的话，这个事情真不成。是你报仇？还是我平账，都是。白天是买你，晚上是帮你。